牡丹，那另外呢，还有用竹子造型啊所编成的荧光棒。吃完了好料，接下来进入到第八幕 ，Power in me， 我就是力量。神秘嘉宾李连杰出场，所有听奥选手祈福，希望每一位选手健康平安，在赛事中做出最好的表现。我们要为听奥圆满进行祈福。在这灿烂的夜晚，我们在庆祝听奥开幕，但不久之前，美丽的台湾经历了一场空前的灾难。我们不能忘记这次水灾中所有受灾的同胞，我们今晚也要在这里为你们祈福，愿你们有力量从灾难中走出来，愿你们能抚平伤痛，重建家园。功夫皇帝李连杰为台湾的灾民祈福。我要向大家介绍这次水灾中冒着生命的危险，把屏东嘉木村135位受困的乡民全部营救出来的英雄，他们也来到了现场。他们是徐仁辉、徐仁明、赖孟传、柯信雄。嘉木四英雄在全场热烈的掌声当中出场。88水灾过后两天，他们不顾自身的危险，深入到屏东雾台乡的嘉木村，135位村民一个都不少，全部营救出来。听障奥运会的精神就是不屈不挠，让一切不可能变成可能，跟这四位救难的英雄一样，让我们一起为听奥和台湾祈福。地球就是我们的家，地球就是我们的家。一个人的力量很小，一个人的力量很小，一家人的力量很大，一家人的力量很大。听奥加油，听奥加油，台湾加油，台湾加油。最后这两句听奥加油台湾加油，李连杰跟嘉木四英雄是用手语的形态呢呈现给全场的观众。